开会。小婶婶，来，我来给你介绍，这就是我常给你提起的高寒。高寒，这就是我小婶婶，她是学音乐的，大学没毕业就嫁给我小叔了。你好，妮妮，妮妮来，妮妮，约克夏，哦，我记起来了，你是，嗯，你是，哦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把它让给我，你瞧，他已经长大了，小婶婶，你们认识啊？嗯，等于不认识，一个偶然而已。你们坐坐吧。哎，等一等。嗯。聚散两依依。好好听的歌。你有没有试过用吉他来弹？我不会弹吉他。我敢保证，用吉他来弹一定很好听。哎，可慧，有没有吉他？有啊。小叔的福气真不错啊。小叔，我小叔两年半以前就死了，我小婶才倒霉呢，只跟小叔去了一趟欧洲，蜜月刚完就什么都晚了。我小叔是骑摩托车被车撞死的，当初我奶奶哭得差点断了气，可是她还是很勇敢地面对现实地活了下来。贺盼云的问题在哪？你知不知道？贺盼云，我小婶婶的名字。哦，我小婶婶很悲哀，我们每个人也都很悲哀。可是，悲哀总归是悲哀，也犯不着从此变成一具活尸，浑身上下都披着一件悲哀的外衣，然后再把悲哀传给每一个人呢？你说的并不公平。他并不希望这样，是不是？他当然不希望这样，我每个人也不希望小叔死掉，可是小叔已经死了，我们就应该勇敢地去面对他。